韩征大将军。韩兄跟大将军如此打扮，想必是来逛灯会的吧。你跟大将军昨天是在约会吧？啊？难道是大将军约的你？你不知情？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奇怪。那我肯定还知道其他的线索呢。别卖关子，快点说。你先告诉我，你跟大将军到底是不是在约会？好了好了，不说就不说嘛。哎呀，你吃个油条。